级汽车。欢迎大旅行家。朋友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，一路过来都是绿灯，还买到商店里最后两袋糖果。谢谢妮娜，我们叫你来是有一项任务。哦，对，说吧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重磅消息，环球旅行家罗杰要来贝罗小镇啦。旅行家罗杰，哇，那可是我的偶像。听说他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被他认可的城市都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，真希望他能喜欢贝勒小镇。罗杰先生是客人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妮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咯。好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召唤喇叭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注意啦注意啦，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了，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热闹的欢迎派对，请大家暂停工作，到广场集合。一会儿我们就这样这样这样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罗杰先生。欢迎你来到贝勒小镇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这里的汽车好热情啊，我喜欢这座城市。道乱糟糟，塑料袋满天飘，垃圾臭烘烘，苍蝇嗡嗡嗡。这里的卫生太差了。路口堵车了，汽车在尖叫，喇叭嘟嘟嘟，大家吵吵吵。这里的交通也不好。花园绕一绕，小花枯萎了，树叶飘呀飘，杂草高高高。是我没照顾好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还没来得及填好这个坑。再见。一切都被我搞砸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工作吧。工作交给我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垃圾垃圾全清理，街道变干净。指挥工作交给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礼让行人不拥挤，道路畅通了。保护环境交给我，洒洒水，哗啦啦，小花小草抬头笑，大树长得高。想让城市变美好，认真工作很重要，大街小巷瞧一瞧，大家充满了欢笑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这里。罗杰先生说他喜欢我们的城市，太好了。
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！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，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。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科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！森林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赶快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！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，第五。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我们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。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。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。大树，大树，大树，不断方向。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，来到你的身旁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
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虎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好，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旋风的特训。快看，今年的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
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嗯，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需要你立刻出动。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！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？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哦。嘿。嘿。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油门控制很重要，方向车轮旋转别摔跤，力量努力训练会提高，不怕苦不怕难，勇敢面对迎接挑战，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到终点。小心。你没事吧？再来。速度加大马力向前冲，方向保持节奏不慌张，力量努力坚持我最强，加速度飘一飘，充满活力飞得高，全速向前突破极限，完美重现像闪电。啊，是新纪录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呀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，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蚂蚁搬家。大家快点，不要跳队。发生了什么？我酷宝的工作开始喽！我挖！快躲开！
雪被一个大家伙弄坏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让我们先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真讨厌！啊，居然是酷宝！哈哈，什么？你们说我挖坏了蚂蚁洞？我挖！哦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相信你，蚂蚁们实在太小了，很难被发现。工地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们帮蚂蚁们找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吧。蚂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探险头盔，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哦，缩小的感觉太有趣了。蚂蚁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哈哈，跟我走。开始工作喽！惊喜道具开启，铲子哐当哐当向左挖一挖，铲子哐当哐当向右挖一挖，铲子哐哐哐哐哐挖开石头挖泥土，哐当哐当挖出大洞洞。蚂蚁们，快点搬进来吧！愤怒的蜜蜂，哇，好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
来了。皮皮小心啊，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。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。不疼啦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嘎吱嘎吱怪，最棒的探险队来了！我是队长，我是二队长，我是三队长，出发！我有点害怕。要不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。只有我在，你们别怕。别着急，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。那个怪物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它好像有八个，不，十个脑袋，还有五只眼睛，六条腿。天哪，森林里有个嘎吱怪，长了十个大脑袋，二十只眼睛，八十条腿。雷克警长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夸张呀。哦，嘎吱怪，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。嗯，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。
超级汽车出动！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十个脑袋八只脚，怪物怪物真奇妙。丢丢找一找，丢丢找一找，金锯树枝绕呀绕，怪物怪物没找到。快使用惊喜道具吧！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小心小心别摔跤，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嘎吱嘎吱出新料，跟着目标向前跑。咦，这儿有一间木屋，嘎吱怪住在这里吗？嘎吱嘎吱你们别害怕，嘎吱嘎吱是我生锈啦，嘎吱嘎吱车轮转不动，嘎吱嘎吱我都是怪物。原来是汽车老爷爷，那我能帮你修理一下吧。咚咚咚咚锤子咚咚响，刷刷刷刷油漆刷一刷，哦，谢谢你们，呵呵，我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的调查结果是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。嘎吱怪又来了。看来他才是嘎吱怪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嘿嘿嘿，寒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。我要把小镇全都冻起来。快呼叫指挥中心。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不学花，冻住喷泉冻住花园全都冻住，哎呀呀，春飞九月
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云云，警察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被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我却急呀空空空，冰枪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啊困住了，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，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兔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。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酷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神风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，真是对不起。大海龟是它，是它，它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
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那我怀疑。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太累的嘀咕嘀咕，大海里边找一找。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。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。雷克警长、酷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！哈哈哈哈！嘿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过了阿丽。酷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。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。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咕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、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们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找啊找，嘀呜嘀呜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，加量发射。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，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
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